莱斯特城全队出席雷拍葬礼，瓦尔迪跪拜悼念众将，依次上前默哀。当地时间2018年11月4日，泰国曼谷，莱斯特城老板雷拍葬礼举行，莱斯特城全队出席，图片署名东方 IC34， 瓦尔迪跪拜，双手合十悼念，图片署名东方 IC34， 全队的合影，图片署名东方 IC34，莱斯特城经理上前悼念，图片署名东方 IC34。 莱斯特城周末在联赛踢完与卡迪夫城的比赛之后，全队飞行了15个小时6000英里来到泰国，图片署名东方 IC34。 维猜在2010年接手莱斯特城，因为他管理俱乐部的方式和奇迹般的赢得了2015-2016赛季的英超冠军，而收获了无数赞誉。他为球队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并且帮助莱斯特城在2014年升入英超联赛。图片署名东方 IC34。